迎面儿波波，记得当时年纪山前竹翠摇，玉仙飘摇，情深不知处，欲与天高。情深不知处，欲与天地高。传太医了吗？传了。哼，都到了这个份上了，他还一天到晚的缠着皇上，真不要脸。于妃是皇后的亲姑姑，是状元崇仪的亲妹妹。她说啊，崇仪整天的寻花问柳，所以啊，就得了一身的脏病。脏病？什么叫脏病？就是花柳病，杨梅大疮，会过人的。所以说，皇上得的不是天花，是脏病，是皇后过给他的脏病。脏病跟天花有什么不同？得了脏病浑身发臭，天花不臭。皇后还有三个月就要生了，这孩子就是啊。哎，以后大清朝的龙子龙孙呢，怎么得了哦？听人家说啊，他生孩子以后也要当太后呢。什么？他说啊，万一皇上有个三长两短的，他也要垂帘听政。那时候他是太后，您就是太皇太后，国家大事就不用您操心了。您这位太皇太后啊，就厚厚了您呢。三个月就要生了，恐怕皇上等不了三个月了。你把他
块的，收起来吧。我心口好闷，帮我揉揉。把手拿出来！我叫你把手拿出来！皇额娘，哼，你真不要脸！都到了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不放过他？出来！皇额娘，皇额娘，没你什么事儿，好好养病，跟我出来。过来，把手伸出来。是将王必出妖孽。从你进了宫，我们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。妻贤夫祸少，子孝父心宽。你一天到晚在皇上面前挑唆，害得他看见我就跟看见鬼似的。我怎么挑唆了？你还不认？惠妃，嗯，你跟他说。哟。还用我说呀，宫里宫外谁不知道啊，大街小巷孩子们都在那儿唱呢。皇后选在君王侧，六宫粉黛无颜色，皇后夜夜枕头风，三宫六院不安宁。什么叫枕头风？枕头风你都不知道，就是夫人枕边之言。既然是枕边之言，外人怎么知道？这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少跟他废话，张嘴。我张嘴。哎，皇后，这可是圣母皇太后的旨意，您可别见怪啊。放肆！我是奉天地祖宗之命，由大清门抬进来的中宫皇后，你有什么资格打我？哦，你是大清门抬进来的中宫皇后，我们都是旁门左道的妃子。好，说得好，你过来。跪下。把头抬起来。哟，这就是大清门抬进来的货色。哼，你也配拿天地祖宗来压我？我告诉你，你是我立的，我就是你的天地祖宗，知道吗？嗯，我能够立你做中宫，我也就能够把你废入冷宫。皇额娘，皇。
皇上！皇上！皇上！太医开的方子，是圣母皇太后送来的，说是偏方。偏方？哎，你已经吃了几副了，再吃一剂就圣功大安了。回圣母皇。